是一项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全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上曾经叫相扑、相搏、角力、角搏、扑鼓戏、摔跤、灌跤、摔跤等等。 为了区分引进来的国际式摔跤，五年代将中国跤术定名为中国式摔跤。目前，在我国各个民族都在统一的规则指导下进行比赛。中国式摔跤，即竞技比赛，健身娱乐为一身。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我们将根据中国式摔跤的技术、进攻、防守、反攻、基本功训练和器械训练，以及观赏等分成系列向大家展现。给大家讲脑切子，脑切子属于大板子，而且这个这板子特点呢是近腰。 属于对着干的，和他的发力点和射手对方的位置和入别摔都不同，它是能侧后方迎对方。这个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砸对方，得分率低。那么这个动作对对方是很大的威胁，因为每砸一下，对对方是一个威胁。这个动作变化手法。 步伐比较繁多，下边给大家演练几种脑切子。后方从右下，我是左下，转上，举手，上手拿大领，这叫大拿的脑切子。注意这动作用的时候啊，上步居多，上步也有三点步，啊。 但是他上步居多，那个上步，这个动作呢，上步上手一匀，切，啊，能侧后方，对对方，啊，这个动作呢，他主要顾名思义，夹头往下切，这叫脑切的。说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一定要狠，嗯。 这个动作要狠，站，这个动作呢，一定要注意大上步和其他的吊腰动作所不同的，其中有一点，它的步伐，它是你的底腿，也是你的，我是左脚。 我的右腿要上对方的左腿的前头，也就地平腿的前头，合入。
鹿，比如说鹿，鹿，我的鸡腿跟他的，我的右腿和他右腿前头，我切的不然，不这个位置，啊，嗯，太疼了，你要注意这个，啊，注意他这动作的结构，啊，紧一手往下打，嗯，当然你劲儿好一画就能跑了，啊，一动。这到位啊，才能使这个动作呢更完整的这个做到家。这个动作如果松了，这不好了；如果松了，对方就有反攻啊，就有反攻。你比如说，他切我，他切我，啊，对，他一切我，他松，他们就发现我的左腿要前三步，右腿他一打我，我踢他的。他一切他一踢，好，现在使这个动作比较多，就踢底庄啊，对方一切你踢的底庄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动作呢，对方一切他松，他一切我，他一切我，我切他，够切，啊，我倒分，我切的，对方往回。因为我这动作叫倒分，所以这个动作呢，主要是上手松出现问题。你看，对，你一做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动作才成的。如果你这样就去了，对方啊，对，对方倒分，入我入一步腰来，哎，最后我就躺下了。所以这个动作变化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另外呢，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对方一切我寸头。啊，走啊，寸头晒啊，我们管叫黑鹰寸照，对方夹脑袋一突，嗯，没夹住，这时候呢就形成这样啊啊，走啊，切我，啊，他对对，你看，嗯，是吧？啊，形成这种姿势了，这样呢，这动作就要失败了。所以呢，要把更好的达到效果，那么你在使用当中要根据对方的交战啊，掌握好机遇，才能完成老切这个任务啊。比如说，我可以配着踢，这不踢切吗？我是踢，哎，可以踢。另外呢？我还可以说啊，正是这个动作的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啊，这动作呢还可以从变化上，对方拿我这个带着，啊，我一拉对方，嗯，对方走转着我这个位置，我一拉他，我不用这句一样，这举手让他转我呢，作为举手，我借他抓手，我他妈这感觉，嗯，这样呢，这个效果也不错。那么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动作上一定要变化多端，也就是变化无常，嗯，不光是摔跤的特点，技术也是随时有变，啊，随时有变，所以你根据对方的力度和姿势。啊，这个他当时处的这种位置啊，交战的高矮调节这个动作啊，下边给大家讲缠龙的。缠龙的是中国跤特有的功法，这种技法要要求运动员要掌握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将反应。这个动作技术性很强，他用较小的力把对方摔倒，体现了中国跤以巧破千斤的特点。下边给大家演示几种缠绳子。缠绳子最常用的就是摁脖缠绳子，我将对方小袖上手攥着对方的大领，或者不攥摁着拿对方的腕子，对，
活动起来，或者当解放军方都找好了解放军为这一步，他这一步一压他的手，这拿着我的左掌打他脖子，这叫摁脖缠筋子，这手拿大领也叫摁脖缠筋子，死法一样，那就这个一个是反手，一个是拿着，在这给大家演示这动作，大家注意，关键是背部要到位，冲腿要有力才成了啊。这个缠筋子呢，它和这个摔鞭不同，它是抬腿弹，这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摔鞭。再给大家演示，来看看啊，这个呢打好了，这就背部，他以为你要坐路坐梯坐车之类的，或者坐茶坐一晃动，这个动作呢吃好了效比较好吃好了特别好。那么如何不叫对方缠着你，我对方给我使这动作我怎么破对方，这个动作是最简单，就中国式摔跤有个迎向只要你一迎他，这就是迎刃而解对方要缠我刚要缠我迎着他走，他一跪腿往回迎，再一个我笑走，他一弹我下了他的力和这个方向走，这动作呢也能够就破了治好了，这动作和都是用较小的力量把对方摔倒，治不好也不破本，所以这个动作最大的特点就不破本，消耗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危险性，对方很少被反攻，我用一弹名字对方反攻摔我一什么不容易他得调整过来才能摔我呢这个所以这个动作呢在中国教里的呢体现了以小破精兵这个如何把这动作使好呢关键要配合你的步伐和你的身形来诱动对方，要把对方走起来至于讲说转起来摔，把对方转起来你再动起来再摔，这最好所以呢我们在摔的过程中呢，你看你比如说这个摔外缠筋子，我拿对方的腕子，我拿对方腕子，他但我也没手，他也没手，我攥上他以后，一个，你看，这时候呢，他以为你要搓窝呢，或者要吹呢，这动作，这不搓窝吗？直接这样，对不对？这么来，你看，大家还要注意这个，在滚腕。接手的时候你别跳，他撞我那个，这样就不成了，这样再拿也不成，一定要注意这个接一个滚腕，在这儿拿滚，你看我拿他的是翻着拿的，大家看一二滚走拿弹和这个动作呢，这个做法很多接腕主动拿对方腕摁脖，还有呢就它的变化就偏门鸟叫，这就属于有点力气了直接这么一对，弹一弹一踢，弹一弹，这个弹筋子就需要一定的力，如果力度不够功力不够这动作不好练所以我们在您这动作呢不能在于掌握对方的重心把对方转起来扔着摔
啊，我们就说放风筝了，那就是他没手了，做出这实验工作最比较合适啊。这个只要你去认真去摸索去，认真去实践去，就很快的能掌握这工作要领。嗯，给大家讲钩子，钩子是中国教出来的大动作，钩别切入踢等都是属于常用的大动作。初学者练钩别切入踢等是最好掌握的。钩子手法步法变化繁多，它主要是根据对方的交战距离，我用步法调整。手法的变化呢，敌手任何部位都可以作为敌手，也可以散手或借对方的手，借对方抓握我实际。这种技巧我们在实战中可以体现出来。嗯，下面给大家演示几种钩子的用法。一般情况是大拿着，大拿着钩子，也叫拉腰钩子，对吧？就也可以散手给拉钩子，对方一抱我，我哪都不断的，是钩腿。嗯，啊，也可以单撒手，单撒手就单撒手，转着的反挂直门，这样说右腿。这种手法呢比较常见啊，也可以穿戴的作为敌手，作为上手插的也可以，也可以插插钩插插钩啊，没错。我给大家做一下单撒手钩子。嗯，对，这样我钻对方的射门，马上顺势倒反挂门，奋步攻点。这动作呢，大家看，这动作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少名手都用，它有术语叫别的讲抽，钩子讲带，叫撩钩，撩起来啊，肩带越好，基本速度越好，这个动作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且这个动作呢，得分比较高啊，一定要注意吃气时要注意它的距离，根据对方的交战适用不同的步伐。比如说对方是右下，对方是右下，我就可以呢垫步，也可以倒步拉腰。如果对方是左下，那么我就可以蹦步。再不高腿的，素质比较好的是再不高腿的啊。一个原则就是我的敌腿，也就是我是左脚，我的右腿一定要搁他的右腿前外侧啊，搁他的右腿，也就是臀中腿的臀中脚的外侧，这样右腿才能够。如果我的腿搁这位置了，这样撩腿就能容易呢成功率很低啊，这个动作呢就容易被对方反攻，也就对方一欺。比如说对方是我做钩子啊，对，你哎，大家看这一次是哎对的啊，做的时候手要举手要紧，上手要裹裹力也要也很重要啊，撑着紧，如果松了就怕了。一般这情况是不能成功的。一般做动作在他施力的时候，一定要一步到位，一气哈成，当一下爆发力就到位才成了。最
治不好，那这时候呢，我一退药，过三天我，对，嗯，对，啊，医生姑子，我这么一退药，就可以善，叫黑鹰存道，啊，还可以，对吧？啊，扔姑子，不动了，嗯，马上，啊，扔，啊，他扔起来，对，马，吸，马上切对方的前腿，啊，另外呢，这动作还可以下身重心。直接撞啊，对吧？他扔腿，扔，你直接就撞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就不容易成功了。最主要的就松腰，只要对方一扔钩子，你就松腰啊，这个成功率就特别小。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腰腿好，对方一扔钩子，你可以的，在他呢。骗钩可以骗出去啊，这样呢效果也比较好骗。对方一扔钩子，你往外骗，只要他扔空了，你可以反攻啊，这个动作啊，怎么才能试好这个动作呢？一般情况，你可以呢止攻打西，用步法诱惑对方，使对方做饭。哎，比如说刚才说的啊，对方左下。对方是右架，对方从右架啊，你看我要吃鸡，首先刚才讲了，这很重要是吧？背部我的布呢得搁到头里，我要想着，走右后，哼，打的一下震撼对方，然后对方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然后抓不住你的意图，所以呢，哼，这扔开，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你大爪呢直接往里喝，一个是横一个喝，这是分别所要掌握的要点啊，这个动作啊，喝开喝要点啊，这个呢从战术变化上比较多一点，哎，实际呢就比较成功啊，这个工作的呢这个反攻技术一定要注意，你只要一放松，对方就不好往起攻你啊！要掌握这个，同时呢，带有手脚的变化，插签啊、挂呀、黑云套啊、旗啊、片呐、啊，都可以。那么你要想把这个动作使好了，必须发发力条，止攻打击，使对方防不胜防，这主要，这很重要啊！如果我们单单的拿好了，就去做去，这时候呢？这就能成功啊！一定要冷战特快，这还讲这个啊，关门防花盆，防花盆，他还以为你要踢他呢啊！真的，哎，一够你就死定。一个动作好坏，成功与否，首先我抓住战机啊，调节好对方的距离、实际和一气哈成。上下结合，三三合一。给大家讲，吹是中国式摔跤大动作。这个动作最为典型，它其特点是把对方扎在腰背上，从头顶上摔下，幅度较大。所以咱练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力量，也就是实力、耐力、爆发力，啊，这个动作在实战中比较常见，而且得分率很高。这个动作手法、步法变化较大，几十个不同的用法。下边给大家演示吹。首先要做好了举手左右这手势出门，也可以接腕的推、也可以拿杆子推、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要接腕推，他是转腕的，我蹬脱以后，嘿，
这接腕背不背？嗯，你看这，这接腕的时候，嗯，我正着动作，我做出来，我做出来，这个，嗯，对吧？云，那个云，看云飞过，好，啊，这个，你看一定要做出这个背部接腕是同时，啊，看，如果。做出来了，这样呢就过去就晚了，他就晚了啊！这动作一定要注意，速度要快，步法和手法要同时同时进行。另外呢，这个动作，对，也可以拿着小袖，也可以拿着支门，啊，拿着小袖支门都可以用。举手，对，控制好了，不翻了。上手可以坐握着，也可以拿推门，也可以拿手。如果你攥着对方，那么首先在用力一刹那，手要下去啊，后这个这什么了？手一定要扶他的膝关节外侧，肩一定搁他的腋下，这样才能给对方升起来，从头顶上过去。所以这个动作又叫飞口的，这个动作属于大动作，得分率较高。那么你首先一定要注意，要到位。去的时候是含胸收腹，蹲的时候要这个姿势，那等等，这样就不成了。举胸、提臀要撅屁股，这都属于大击。如果这样，对方就容易。反攻，那么这动作你成功率就低，抱腰不成，锁腰拉胯也不成。锁腰拉胯就是手到了，力到了，肩到了，脚腿过不去，这样呢也能用和对方反攻。哎，大家看，我免慢的动作去的不好，就是腰不好，有点倒腰。大家看。哎，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就打属于倒腰。还有一个呢，对，肩手都好，胯步法不好，这样也能做成胯分啊，就是稍微入或者勾都可以，是吧？我这么一来，你看，哎，你看，这样呢，我就输了，他跑分。啊，再这样都是你容易失败。还有一个呢，就过了也不成，过了对方，你说过了，我过去了，我过去，他拿着右腿一搂我这腿就坏了，就是我就坐下了。因为我过跑这儿来了，哎，这我一搂就得，啊，哪条腿搂都可以，我一搂着他，啊，这样我就能坐下。所以呢，就是这个动作，一定你在要想成功。首先怎么样？就要用步法、手法，这个把对方又动起来，啊，这个效果比较好。掌握这个距离，一次到位，手步法合一才成了。比如说，你看啊，倒手换换，这样啊，一推啊，他防着，一倒门子，他反过来。也是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还有的动作呢，手在摔呢，是吧？查对方了，这么一来，他还以为你要使小多佛或者是硬呢，这么你这么来，你松他松背部怎么摔？啊，这个摔，他本身这个动作是大动作，你做。幅度不要太大，啊，如果老远就去了，肯定对方就有反应，啊，就有反应。那他呢，这个动作都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像躺刀，我就搁大了，对方一扒我，我就可以做躺刀，啊，躺刀，啊，这都是变化。所以在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
对方的反应，根据对方动和距离和反应，我去变化的。一个动作变化，都在自己在应用当中去找的，去寻找这个机会。如果我刻意的非得要怎么着，你比如说这动作，我这么一个案子，这方下定决心去蹲，你还非得要这样去，那不是，这属于自己这个条件不好了。所以我给你拿着，这对方一下蹲，拿着我就错了。他就要了，你看我搓的别人知道，我放的不搓，一搓我再摔的。所以这个动作呢，就这个你在训练过程中呢，多去找他，多去实践，而且在换手、枪手、这个顺手都可以做。枪手对，正常情况是这样拿出来，这个呢你可以拿这儿，直接拿偏门这样推，还可以呢借手对方转我这儿，我给对方讲一下蹬他，他一蹬他，我这一蹬对方一提肘，你往回一拉我，你蹬着一会儿，对，你看就这么一动作，他一拉我拉进去了，就推。就是借手推呢，我像对方转我门子转我小轿啊，我借手推啊等等。这个主要是训练者呢在训练过程中呢自己摸索，熟能生巧，巧能捕捉，吹是中国柔术里的大动作，可学可练，一般的程度比较高，一定要注意这个要领，气流入化低头变脸往下搭腰，从一越低，对方下去越快，而且他这个动作的特点呢是打背上，从头上飞出去，所以一定要注意，练的时候呢，你扎头，而且呢要注意做这个基本功，扎头，转圈猛一只腿，才能成功。给大家讲插杆这个动作技巧性很强，哪怕用较小的力量把对方摔倒，这个动作呢精心养力的运动员近代使插杆的比较多，这个动作也是变化无常，技巧性很强，要熟练的掌握它，就要在实践中去摸索，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步伐，不同的对手，我如何实际。下边呢给大家演练几下插杆的用法，对方右边我左边转了小袖以后，你拿着对方腕子给对方假象进阶，紧接我要给对方一展，对方以为呢我要缠住呢，这时候呢最好使，所以呢咱再来这个动作，一查一闪特别形象，那么他呢手法上基本没什么变化，主要在用法上实际上变化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种插杆呢叫撑住插杆，胸腹碰撞完了闪，这动作呢是这么做，来来拿以后呢缠了动作却有一定的力量，除技巧外背力得大，用力得好，所以效果就比较好。那么闪不是目的，闪是给他腾劲儿，当对方要倒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敌手飞。那么我们练基本功的时候要查、闪、飞，很重要。啊，就是说把对方摔倒，一定要闪开。如果要闪，平着闪，对方不讨厌。啊，只有闪开、飞，对方才能讨厌。所以这个动作呢，这个主要是上步、透步，一上步一透步。所谓的上步透步，就是我查上一步，这一步呢一透步，或者是侧一步啊，就是这样讨厌啊。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在使用过程中最怕的，如果你要松了，就把对方呢打怯了。或者透着，如果你这动作松，有点松散，不是敌手不严配合的不协调，没捅出去你就闪，对，飞闪，没捅出去，对，敌手还在传着呢，就很容易脑切的。来来来，我这样，我正来过啊，没有这动作，他就让过对方借着我的机会，左腿过来切我，来来来。他就切了，他就切，这时候我就失败了。还有一个呢，就掏腿，这就是呢，在我失察闪的时候呢，走了个慢，也就是震动的慢，力度不够，这样的容易对方直接的用他的右手你掏我啊！大家看啊，这样啊，我这么看，我这里啊，对，直接人家掏了啊，也容易啊，这个动作容易失败啊。这个动作呢，对方下面的动作就不容易用上了。比如说对方给我用插闪啊，他一闪，对，直接的往他裆里走，直接下，对，一闪直接往前下啊，这个一般都是不容易成功。所以这个动作掌握技巧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怎么办呢？就多变，一是手法变，一是步法变，啊，变在变的中，在变的当中是这动作，给对方一假象，你比如说要查，啊，不就是这个，对，对方一下午就往下沉的动作，我就查啥？我这么一查，对方一跑，这时候我打小就合了，啊，同样。达到这个把对方摔倒的目的，还有呢，倒手，那个，你多门子，三米走，直接不拿腕子，直接查，这效果也比较好，直接不一查一走一查，这效果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呢，尤其是在实战过程中，你要多变，怎么变呢？就用手法和步法去交叉变化啊，如果没有变化，直接过就闪就查，这样就容易失败。所以这个最终目的呢，在于把对方摔倒，而不是自己摔自己。希望大家呢认真练这动作，这动作最能体现基本功的魅力，也就是它的技术内涵啊，一巧不精深，是高难动作。希望大家尽快的掌握这动作，爬着实际上有中国人身上特点的用脚进攻的动作。爬着有两种用法，一是汤爬，第二个是万里爬，方向不一样，但基本手法步法基本差不多。爬的步法的变化不太很大，手法有几个变化给大家讲一下。手法接外爬，对方出右脚我出左脚，我在接对方的腕的时候一定要往下垂，往内拉，迫使对方上步，一拉就要上步，这时候
尾耙，尾耙，它是用脚勾着对方的，然后捏着下部。大家看，从这个方向抬起来以后啊，使对方速成，然后对方从斜方向倒，啊，仓耙这个动作，啊，对，嗯，趴着你来，对方这脚在这个位置了，他往这儿上了，啊，这时候呢，我就没必要再往回倒了，直接，啊，一接他就搁这儿了，啊，直接一趟，就坐下。所以这个动作呢，这个讲的寸力，刀里头趟往里回，相当于用镰刀割草的那种力往里合，是吧？来，大家坐下，嗯嗯，大拿着它。嗯，人一拉出来，你看，在这儿，我这么一拉，就成一张布啊，这个动作，说大拿着爬，我们常用，一般情况，它可以过一下啊，它转我腕子，我摘腕子爬，还有徒手爬，我转着。对方的小袖一手啪一推手，只要对方哎，我一推手，对方的后脚就上来了，他一上来我们刀的啊，爬上就坐下。好，这个动作呢，注意不要趟，不要去把重心搁你自己的重心搁头里，这姿势就不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一定要坐腰，我爬对方。嗯，我爬，我是坐腰，腰拿腰，整个全方位的往后退，这样刀，它才有力，应该把这么分倒。这个动作呢，做它松散。如果你拿着人家不到位，我这么一拉，本来对方的力应该搁在脚上，我刀它打人了。如果对方，我这么一来，他挺放松的，我去刀的他这个很简单，一对腿就完了。大家看，这么一来，一对或者是一变就可以，这样就过去了。我对方要反攻，听好了我的劲儿，我这么一爬着，他左手一掏我，我自己就坐下了。对，如果要是这么一动作呀，好听一点啊，那一掏就坐下了。所以这个动作呢，动的时候一定掌握好它的力点，抓住它的时机。嗯，比如说大拿着爬，大拿着爬，注意了，但他这是这个怎么把这力啊放在他的左腿上，这时候一爬的，他就坐下了。如果我贸然的就这么一来，重心他的背盘那条腿挺松，这时候呢我就一人失中反攻，就再一个对方能可以逃脱啊，这是一定要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我作为我用这动作要想刚对方就范，为我的设计的分套，那么首先呢，我要诱惑对方，给对方一种其他动作的假象，也就是声东击西啊。比如说，他这么一走呢，他以为我要踢他，他是长木，我这么走一查这一爬，对吧？还有的时候呢，所突然袭击。突然给当对方呢没有防备的时候啊，做好了这样，他不管对方左边右边，只要我这么走他也走，他我走他也走，就带着对方走，就是我一走他一走，他带着啊一爬，这动作呢就挺好，这动作这效果就比较好。所以在用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变化，是根据对方的这个地点，是不是背盘那条腿吃劲了才成了。
如果对方没吃着，给你盘，你爬对方，对方一抬也完了，或者你一过水也完了，这样就不成了。所以在你在运动的时候，首先有一个诱惑对方，让他迫使他再爬那条腿吃劲，也就是每次爬一定要爬他的实腿，爬虚腿不成啊，你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爬他的实腿，也就是他的支撑腿啊，手豁也叫手豁，它是中国教用手施力的方法，和爬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手豁叫一般讲鱼手豁怪手皮，也就叫鱼手豁啊，手跟对方的膝关节外侧叫手皮，跟对方膝关节里侧叫手豁，手豁的手部法变化很多，给大家示范几组常用的手豁动作。对方右下我左下算举手，可以算小袖，也可以算直门，也可以算反挂门，都可以做手环。对了，拿着对方的罐子，我举手拿对方的小袖下蹲，左对右，像这种情况我没必要也不背步了，直接下蹲啊，所以给对方一个向拉的向前拉的感觉，让对方重心移动，我拧腕子下走转，哎，什么动作啊？这动作呢叫手豁，也叫离手豁啊。这动作呢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垂低手翻上手，对，对啊。这动作在补的时候说啊，在快速用的时候，这机会到了，这方石头你快速用，有可能也有时候呢是上步，比如说这样的，我这么拉着一走，这方这么一走，哎，我这样我不用背部了就可以。一般情况是背部石头啊，这是活。这是手活，它的要点垂低手，头顶对方的胸，有个肋下啊，头是一把手，中国教最大的特点，它是头算一把手，头直接顶对方啊，顶着对方豁着我们这做这个动作主要的速度要快，下蹲也就是下蹲速度要快，猛然间给大家给对方一个空落丢空了一下子啊，这样呢一出地手上头一豁啊，翻碗的一豁，这样使对方倒地啊。注意这个动作呢，我们使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好步眼，只要下蹲速度要快，只要一下蹲马上就拉地手，从你的对方的肋下，这几个要点，这几个部位一定要做好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动作你做的不到家，往往呢对方一气你啊，一气你，或者是呢对方一融化，这样呢这动作你就会失败。比如说我抓他，我是一手肘，我一下蹲风反胆，再没刚劲，对方没石头过人就直接切我啊，我这一来还没等手到位呢，对方切我了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我豁人家，我用这个离手豁，这也不错，人家同样用离手豁，所以我也是破解这个动作做反攻的。比如说啊，他撞我的，我撞他的，
愿意我这么一个人，你下去一直这么来，人家同样在我的手外的，问我，我一使劲，我起来了。这个动作注意了，一定要注意手活破手活破碰，只要他使手活，他你给我使手活，手活他说啊，我也使手活，那这个呢，他也手活，那他有我抬，我直接，大家看做的这些动作，大家看啊，哪办法手活了。好，你看，那不是他活我，我就活他。他这个动作呢，我们在实战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不给对方反攻的机会，这很重要。另外呢，这个动作呢，你在使用过程中千变万化，有多变，抓住对方，使对方没有反攻的机会才成的，所以呢，我那要怎么办呢？诱惑，光着走，往回拉，这样诱惑对方，逃走很重要。这个动作呢，这个1940年代有几个比较优秀的女人善使这个动作，说三刀把李守花。第一是对方攥着我，第一对他在我这儿，二三手活，这动作三刀把，三刀把手活，三刀把老师有时候呢还这个还可以赢后腿或者是爬的这个动作呢，这个用跳腿和爬的诱惑对方，让对方防不胜防啊！我做一下啊，做完断我一二啊，一断我啊，后腿啊，这个呢来一对二三，注意这个步伐的变化啊，把这个动作呢要想做好了，那么首先一个要掌握看板的时机啊，不给对方反攻和破坏你的动作的机会啊，主要是从手法上变化，从步法上这个拉动对方啊，使对方防不胜防啊。另外就还可以呢，用防御离手花你做掏腿踢之类的动作从战术上讲就是声东击西达到这个动作的良好效果下面给大家讲跳腿。跳腿是近年来30余年独特的体育动作，效果较好，成绩比较突出，各地运动员都效仿30余年跳腿技术。跳腿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抱单腿，一类就是抱双腿。抱腿技术繁多，变化多样，手部法它的变化无常，不下上百种，给大家演练几种不同的变化。好，对方右脚，我是左脚，我包对方的右腿，直接他给或者揪对方或者不揪，直接三步下潜，下冰的要快啊，直接下潜抱起来，也可以把对方抱起来摔后头，也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可以下摔，也就是往后摔的。好，现在呢给大家做一个从后摔的动作啊，咱正面练一下，我是右脚，我是左脚，对方是右脚，对，我正面，你看这一次马上对方有一反应，马上一反应，我下潜的要速度要快，对啊，对，给对方一个
江上报的反应，这把船往下一坐，马上我想了，这就是抱腿，有抱单腿和抱双腿，做抱单腿又有夹腿抱，啊，反抱，这个往上扛，往侧睡，啊，往前睡，啊，下面呢，大家做一下抱双腿，也就是抱双腿旋起来睡，抱起来也可以往后睡，啊，也可以翻腰，啊，对方一抱我腰，我一抱他双腿，他一抱我腰，啊，我也可以翻，但是这动作呢，主要是我讲一下我前睡的动作，啊，注意看前。我是左右，他是右脚，速条快，一肩部，啊，我说对，抱起来，啊，直接走，可以往后睡，也可以直接往前睡，啊，这动作呢，哎，也可以往前睡，也可以往后睡，这个抱腿呢，关键在于前面要快，啊，注意让抓住对方。或者是直接一呼，当对方有一起伏，马上我进，我直接啊上一晃，就马上进去。和这个抱腿的技术呢，繁多啊，比如说，我抱对方了，我抱棒了，可以往后，也可以再往前，也可以呢拿起来和跳，也可以呢。啊，这是呢这个抱腿的变化，啊，抱起来半打，啊，我们要管它叫半打桩，啊，这个你可以呢放了以后搂，啊，抱腰抱腿放了以后直接放上了，抱起来这条腿直接搂的，也可以啊搂直接搂，这也可以，啊，这个抱腿呢。它动作很简单，就是一个跳步垫步啊，直接跳步蹦出，直接哎这样直接进下潜，注意换起扛的动作一定要注意啊，是吧，我想抱腿，注意我要想扛，注意我不能这样扛起来，我必须下蹲，我扛了啊，下蹲啊，好给啊，这样才成了啊，这样咱我要直接起，就是我腰是这型的，就起不来，啊，一定要注意，起啊，这样起，啊，一般的情况下是根据对方的力，我是向后摔的，我还是向左摔的，还是向右摔的，是向前摔的，看，啊，把这几个根据对方的力，如果我一抱对方就打踩，那我没必要再给他扛起来了，所以呢。我一撤步一叉腰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抱腿这个动作是相辅相成，我抱对方腿，对方也可以抱我腿，啊，破我这个动作也可以用搓窝反抱大腿搓腿夹脖啊，这个分钩子切等等，下边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抱腿的反攻技术，我一抱大腿啊，现在我是右脚，对，我一抱他腿，他就搓我，啊，那我这一抱他腿，啊，哎，这样，这我就，啊，哎，好，转过来，看，啊，对了，我一抱他，哎，哎，这时候呢，我就一般就输了，还有个呢，反抱大腿，对方。我一抱他，他得就掏我的，用右脚右手掏我的这个大腿的外侧，从外头这样一掏，我就翻过了。大家看啊，哎，啊，来，我一抱他，来，哎，对对，啊对，啊，怎么大腿？啊，这几个动作呢，都是破解反攻。抱腿的极好动作，嗯，另外还有像膝啊、胯呀，这个踢啊、踢你冲的、腰弓等等，嗯，还有膝这个动作
也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一抱着腿，他用腿盖特吸着我的鼻腿，这样呢，我不但不成功，相反有时候能倒下，看这动作。我这一抱他啊，哎，他哎，这样就好，我这动作都不好使了啊，这都不好使了啊，被人控制了。所以呢，这个跳腿成功率很高，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啊，容易被对方反攻。所以我们练的时候一定要加大力度，提高速度，跪在沉重，跳腿讲究一个拍。撑杆是中国雕塑的大动作，也是力气活啊，它的力量占主要部位，主要是撑起来要有力，抓住时机，爆破的要狠。所谓撑管顾名思义，所撑着对方的腋下，管着对方的腿啊，先后旋转使对方倒地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撑管的动作，我将对方的小袖，对方是右脚，我是左脚，对，一捻腕子，一垫步，嗯，一捻腕子，垫步，嗯，对，看，嗯，等，嗯，和这边倒下一堆，我一倒步，做完后一倒步，这一堆，对方就躺下了，啊，他的手法变化。主要是后腕子拿小袖，这两种变化，其他不太很多。那么所谓撑管，它的要一定要强调撑啊，拿腕子撑也是撑。它有几个拿法一定要注意，就拿腕子撑，注意不要撑人家走下步啊，一定要撑大背，撑不是往上这样动，而是在撑的过程中往侧下方低这样裸，把对方呢起必须要低成这样才能倒地呢啊，对吧？哎，对啊，这个呢是我拿腕子，你看拿腕子马上拿腕子拆的，让对方呢找一体侧，这个动作呢，对方背摔的这个很不好受，用他想跑又跑不了，这时候呢，我往下拉他，如果推不成，如果搀又推人家，我从这人家跑了。就好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我也管，我不推掉，你看这看上了你的膝关节外侧，大腿外侧，这时候他跑不了，大家注意，我的手是往下拉，而不是我想推，如果这样他就跑了，看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力度和力的方向啊，把这力气呢给它分好了，也是主要的呢啊，大家注意拆上这只手起固定的作用，完以后呢我是转身用身体转动，使对方倒地，是这是身体，我的匕首转着腕子往外推，这样如果对方他这胳膊这样就不舒服，他就要转，他一转正合适，一转这个动作注意了啊，我这么一来，他一转，你看这多简单，一推就这台子啊，这啊，这动作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呢要注意这几点锻炼。第一，要搀住对方的腋下，注意搀上以后不是往上使力，而是往回扒力，也就是侧转
对身体转动，使对方倒地。这个敌手呢，随时送他的腕子，啊，使对方呢再板着腿，不易逃脱，啊，让他抬起腿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管子一定要深。如果我管他的膝头沟这儿了，先将管上，人家我这么一来一转动，前面开一，一转动跑了，就跑了出来了。管要深，膝头沟外侧大腿啊，硬的外侧来这儿，这是最好，这个位置最好啊，管深了。对方跑不了啊，所以这动作呢，就怕你松散，拿人就不松散，脚腕那儿搁不到位，对方容易呢大打得合，也叫叫算活啊。所以我们在说打得合的时候呢，我讲的这个动作呢，对方拿着你一挤你都可以能打得合，这个动作就比较典型。我拿他，我一管他，大着揪了，他就这个动作慢，对方这一搁，对方一大着我就拍，你看这我就过来了，啊，管就拍这个大着我，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对方一管，我一管这，对方呢，对方而且呢，反过这个要想把我摔倒怎么办呢？把尸体摔倒，只要一进阶过去踹我，你看，哎。靠边摔都可以啊，说靠边啊，我这么一来一摆给人送你了啊，相当于给人送你，所以呢这动作就算失败了啊。不管什么动作都要上下结合啊，一步到位，力度要加强啊，速度要快。